我们现在手上对自己有利的证据一点都没有，那如果学校不相信我们的话，这不管是被开除还是被起诉，你的前途不就完了吗？我不在乎，我没有诚信。我们当然知道了。那你告诉我，你愿意接受调查，到底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，还是想要跟我一起出国呀？ 你如果是为了想要跟我一起出国的话，那就完全没有必要。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想着一定要去意大利的，我们在国内不是照样在一起的吗？你不想去意大利，那你告诉我，这些是什么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每次学习的时候不就是喜欢买一堆吗？夏瑞，你是骗不了我的，我知道去意大利对你多重要，所以。 我不想违背我们的约定，那也不能让他们随便调查我们。我们可以像顾教授说的那样嘛，等这件事情过去了，我们再自己申请去意大利的学校啊。我知道，如果这件事情不过去的话，那边的学校是很难接受我们的申请的。可是如果是这样，下一个假期，等下一次旅行，等下个路口，交给你。 毕业后的夏季，操场旁边的树洞里，保存着有你的回忆。你是回忆里最美的。